这颗就屌了。Mom, it's good to see you, buddy. How's that rash? 哇，那我讲话。睡觉模式。哦。只要大家幸运高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ji， 今天来跟大家开箱玩具。那今天要介绍这个玩具呢，其实我在去年就已经买到了，然后从我买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把它拆开来使用过。So cheap for me, I couldn't help but buy it. 它已经等到它白发苍苍了，我都还没开，但它好像没有头发。Nope. 它是我一个很喜欢、很喜欢、很喜欢、很喜欢的一个角色，是因为它够北蓝。那它是谁呢？就是它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他1:1的人头像。当然，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等一下介绍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先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外盒，他就做那种仿旧的纸箱，很像送货的感觉。You got it, boss。那我们直接先把它拿出来吧。本人，他这个呢，其实做的很屌哦。他这个头套，他是做有点像透气网布，很像他真的在电影里面戴的那个头套啦。那你不要看他，以为这个头套只有这样，你以为好像就是一个白色嘛，好像摆在这边没什么用。因为此事就算你做的再精致，你还是没办法重现他最北蓝的嘴贱的个性。I'm touching myself tonight。那这颗就屌了。Mom, it's good to see you, buddy. How's that rash?哇，那我讲话。Hey, this guy just crop dusted me. 他连眼睛好不好都会有各种的表情出现，他里面内建超过600种，好不好？不同的变化，很屌，这真的很屌。我们来听一下他讲什么。他真的很吵，因为他可以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不停哦。过了一个月，你可以跟妈妈说：“妈，你看我英文变好了，又请了一个英文家教老师。”但是他只有头。Not on my watch, motherfucker. 那这个特别的地方呢？你平常这样放在桌上嘛，那他还可以摇它。他也会出现特定的句子。倒着也可以。你看，呕吐，他在呕吐。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他还有一个猪 APP， 只要你跟他联动了，你可以控制他要讲什么话，他都有各种情境。来看，你看他都有 APP， 讲一个 joke。他跟我讲黄色笑话吗？Bedtime.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agical land of Regina, Saskatchewan. 他在给我开。这个小朋友没办法玩嘞。哇哦！你看他还有各种恶作剧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在床头，好不好？冰箱，然后或是在 party 的都可以使用。Oh, I'm touching myself tonight. 那这颗就屌了。Mom, it's good to see you, buddy. How's that rash?哇，那我讲话。他连眼睛好不好都会有各种的表情出现。那个睡觉模式。哦。只要大家幸运高涨。哎，他有一个。叫大家千万不要按的，我来试试看这个会是什么。Earth to Bob, anybody home? Never mind. Danger room sequence activated. Difficulty level? More luck? Oh, come on. Ooh. Oh yeah. Push it 2 more times. Fast.Hard button.
2,602 times for 1602. 时光旅行是吧 ？Time travel. 我觉得我要先把它关掉，太吵。那我一开始收到这个的话，真的是觉得它做的非常的精致。你看它像它的头套，连这个基本的它这种缝线啊，都做得很真啊，就是很像电影里面的一比一的。你看连他后面的这个小细节都有做到，多余的布料，你看他眼睛，我觉得他最屌的是他可以随着他表情做变动，而且他拿起来你还可以跟他互动，心情不好掐着他，想象是惹怒你的人。我是真的会讨厌，我真的有那么讨厌吗？有本事你告诉我，你说实话。你看你在对着他，他还会回应你，你们讲着讲着就或是你想像蜘蛛人那样购入的很值得啦。如果你是十四的粉丝的话，孩之宝官方出的一比一，真的建议买这一颗，绝对不会后悔。买下去就算你把它拿来当摆设摆在橱柜上，也是帅到爆炸，帅翻，帅到掉渣。如果你想跟他对话，如果你真的很孤僻没有朋友想要对话，他也可以陪你，陪你睡觉也可以，但记得睡觉前把他电源关起来，不然他叫你起床你应该会吓到吓尿。